廖秀坤嘅欢迎收看九月二十三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市员同时嘛是国民党兼市长候选人贾龙介，上个伫议会总咨询十分钟嘅自由发言，认为家己替农业产业拍开通路，却被市府白白剥泥到乌。公告局长讲，黄伟哲团队是狗仔囝。会后，伊虽然公开道歉，不过嘛强调，伊袂妥协，会追究到底。议员贾龙介自由发言，相当愤慨。伊强调，伊替往来农民、替三百区居民、替石板产业拍开通路，不过竟然却被市府恶意抹黑，佮因小外团的文旦之乱，就是因为伊的因果和大哥拉架，加上林谷塔事件相关当事人被人观察等等，两摆讲出黄伟哲团队是狗仔囝。市长黄伟哲会长嘛要求唔通讲歹话，双方会有被杂交。啥物叫做分担资源？狗仔啊，你即款的哈？讲我甲台湾满头的分担创落来一支30块，够清楚啊！还要收你快无？大个啊，你收12块，我咧偌济？半口搁加20块就32块啊！大个啦，有快无啦？哦，这还要话咧？面对一时激动，讲出狗仔囝，贾龙介事后嘛道歉，不过强调所有不公不义一定会追究到底。在议事厅质询，那我用了"狗仔囝"两个字啊，哈，我向台南市民道歉，好，但对这一间这一班作奸犯科之辈，好，我不道歉，但是我用了这个用词，好。我对市民朋友啊，对这个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看到，我致歉。那当然，事实归事实，不断一而再、再而三的扭曲、抹红，啊，断章取义，甚至呢，把这个农民所有损失栽赃在我身上。那我是相当的气愤。我今天之所以能够走入台南的农村跟渔村，得到广大的回响，那执政者你不检讨你今天的政策失当，才会造成这些民怨。然后你们现在转移焦点，把所有农民的损失挂在是我谢龙介个人引起的，所以我今天极大的气愤。那我对我的用词向大家致歉，但是对这一群人，我一定会追究到底。对此，黄伟哲事后回应，但其实民主性地针对监督者加被监督者的言行，民众都在看。第二回讲歹话相当不应该，当然议员有言论免责权，但是冇一定的限度，感受保障的人身攻击加侮辱的部分，大家要注意。台南新闻，君子林英根采访报道。市建局因为伫客家侦破一件大宗制度工程，避免民众受到严重毒害，所以局长郭信良甲这位议员特别前往第六分局办发慰问金，场面相当温馨。局长郭信良22号由这位议员陪同来到第六分局办发破案慰问金50000块，由分局长柯明玲以及警察队长代表接收。六分局的同仁非常努力哈。前阵子也破获了一个蛮大型的一个制毒工厂，啊，感谢议长还有南区的议员体恤同仁的努力今天来这里特别到我们
分局来慰问，在此表达分局感谢之意。今年八月十日，台南市警察局甲一个分局合作，伫客家破获制毒工厂，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民。议长郭信良表示，毒品对着个人也即是社会危害真大，真感谢警察同仁打击犯罪努力，未来市会也持续做警察后盾。警察在人民的心目中呢，都非常的崇高。那今天包括蔡淑薇议员啊，我们的李启伟议员、周立军议员，还有各位议员的秘书，特别呢啊代表台南市议会，我们知道啊，警察人民的保姆，议会要做他们的后盾。关于预算整个的审查，我们将永远支持警察的人事预算一切的费用的开支。那我们共同为这个祥和的社会、国家安定。共同努力。议长郭信良也呼吁民众要多多配合警察勤务，警民同心才会当打造祥和社会。伊也强调，警察是人民的保姆，议会甲议员则是警察后盾，会持续支持警察局必要预算甲支出。但是文章所为采访报道。由这告诉者，为了感谢老师为后一代付出，台南市教育局结合师生共同创作专属于台南的告诉者主题曲甲 MV， 市长嘛出席首映会，提前祝福老师告诉者快乐。轻快摇滚的旋律，搭配校园的画面。这是台南市教育局为了教师节，结合老师和学生共同创作的影片。歌词特别请师铎奖得主李志轩校长填写，由台南女中和复兴国中的学生演唱，展示学生对老师的敬爱和感谢。对于、老师的敬意的表达，我相信、这个所有的同学、所有台南市的市民朋友们都是非常这个铭记在心的哈，因此，我想在这边要代表可能是185万市民朋友们，来谢谢各位老师所付出的辛苦哈。过去三年来，台南市以学生音乐创作搭配校园情景，制作台南限定版本的告诉者 MV 已经成为特色。今年的歌曲是因为你，特别以台南市师铎奖的老师为主，局长甲市长嘛做伙出现在影片内面。对老师传达就好。各位老师辛苦了，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为有各位的付出与谆谆教诲，学子的知识与品德才能不断的成长茁壮。在此代表家长们和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向各位老师致上万分感谢。各位同学也要记得向老师说声教师节快乐。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展现台南市北区公立用心经营的成果，公所在今年下半年度透过访谈制作北区有影的里程成果纪录片，肯定里长这几年来努力。台南市北区区公所为着肯定里长这几年的努力，透过影像记录方式提升里程正面形象。区公所嘛特别举办首映会，现场有爆米花，还有汽水通好啉，将现场打造成电影院的氛围，让里长会当伫轻松的气氛之下欣赏家己的影片。台南市副市长嘛特别前来感谢里长伫基层服务的辛劳。啊，区里也要做好，无里政做好拢无法度。啊，里政如果大家没有帮忙市政府来做真基层的工作，市政府嘛袂好。所以咱为着市民来做服务，我非常感谢咱所有里长。做较侪，上做较侪，伫你会当看到、会当做的范围内，你一定爱去做。里长对里面的服务会当讲是包罗万象，除了爱举办各项里内以及社区活动，还佫要替里面解决疑难杂症。即摆总共有33个里参与，经过征集。将里长的日常生活、建设服务、甲经营成果，呈现予里面了解。这边吼，咱办北区有影即个
节目的迄个录录制吼，上个主要嘛是要甲咱遮乡亲好朋友来讲，咱北区的里长柯宏时啊，对咱里来服务是非常的辛苦啊。北区的里长是非常优秀，非常的好啊。从咱的里来一寡建设吼，啊，互咱乡亲好朋友当了解啊，透过这个影片的展现吼，啊，互咱搁下当肯定咱里长对咱里来的付出。即摆透过影像的传达，除了记录里长的日常甲成果。营销北区各例以外，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北区里长的好。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精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今天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是设计是用在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比较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下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那么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精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到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头一皂到底的，还有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哦，那我们就像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哎，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哎。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台南市文化中心迎接38周年，将为期两个月举办馆庆，预计办理74场室内外无同的展演活动，开幕就定在24、25这两天登场，除了有户外剧团表演，也有市集摊贩说。台南市文化中心迎来38周年馆庆，在宣传记者会当中邀请到 VR 表演艺术平台以及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来演出，也对长期支持艺术的企业致敬感谢状。
今年串联周边的景点以及艺文空间，打造台南文化生活圈。那我们同一个时间有台湾的台南国际音乐节，那今年又配合我们文化中心的38周年馆庆，还有仁东义之森廊带的一个连续的节目，总共有18场，非常丰富的艺术飨宴。你可以看到18场表演，加上我们这个台南国际音乐节许多场的这个演出，就这个打造出台南真的是非常丰富的这个艺文活动。活动为9月24日开始，为期2个月，为室内到室外总共要办理74场不同类型的展演活动。文化中心也特别在广场设置种植艺术，提供民众拍卡翕相，民众也可以拿活动手册指点。现在了也有小礼物可以兑换，只要参与我们的活动，其实就可以集到一个章。那很多都是在我们这些周遭的艺文空间里头，那非常容易就可以来集到一点。那我们的猫猫呢，只要4点就可以来换到一个猫猫的手指偶。开幕活动将伫咧9月24到25日伫文化中心假日广场登场，有侪侪精彩活动甲刺激会当说。10月12日的民众到现场登记，就会当领取生日鸡卵糕，每一日限量100名。多元丰富趣味的观景活动，千万不当错过。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关怀九岁学生的教育支持，台南市北门西主会带头，邀请真济西兄西姊前往开元国小，捐助8万块来鼓舞学生，也要特别运用伫夜光天使班的暗顿甲节庆活动。开元国小夜光天使班成立目的是帮助六岁家庭的囡仔，伫放学了后有一个免费安亲学习场所，学校也安排教师指导学生的课业，以及免费提供晚餐，减轻家长负担，让家长会当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夜光班的囡仔嘛正努力上进，而且曾经培育出总统教育奖的小朋友，让人欣慰。台南市北门西主会为了鼓励这小朋友，已经连续3冬捐赠教育经费给夜光天使班。今年再度结合仁爱狮子会、古都狮子会、永恒狮子会、国际狮子会第十专区柯素美主席，国际狮子会前21分区主席杜怡展，以及要来竞选第二副总干的黄玉洲，共同来关心每个囡仔爱努力学习，未来有能力时爱回馈社会。来捐助开元国小的夜光天使班，还有舞龙舞狮。那么我们已经延续了3年，今年我特别在邀请我们的一些会长的同学一起来为这些夜光天使来帮助他们，补助他们不足的经费。协办捐赠的单位有永恒狮子会、春晖狮子会、古都狮子会、仁爱狮子会，以及我们第十专区，还有我们的驻区总监，而且这次他特别要来参选我们的第三副总监。那很感谢各位的支持。为了感谢众师兄师姐慷慨赞助，开元国小校长李天旺也回敬感谢中，感谢师主会诚心付出。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北门狮子会吴会长带领的各位其他友会的师兄师嫂，连续3年来为我们开元孩子的夜光天使班舞狮战鼓队的赞助8万元，连续3年哦，非常的感谢。那对这孩子啊，都是大部分都是由弱势孩子组成的团队，他们不但呢能够透过这个战鼓舞狮的训练，能够表现自己的潜能，能够发挥肯定自我能力。那也呢在夜光天使班，我们这些经费是用在孩子夜光天使班的老师的钟点费，还有他们的晚餐的便当，所以注入一股很大的一个鼓舞力量。除了这8万块的教育经费，北门西主会会长吴坤达甲夫人周玉文更加马上给夜光天使班的小朋友一人一个书包，鼓励因爱努力读册，追求梦想，也希望西主会爱心行动会当达到抛砖引玉效果，让社会上有更多人做会关心教育议题。
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为了防止粉品得漏水，在进步南区国税局举办一年一度营队宣导活动，嘛秀出以元宇宙的议题来进行年龄教育。同时因应疫情，伫线顶举行，透过虚拟人物、口语的表达甲行动，增加等新媒体课程，和参加的学生甲厝内家长做回来学习体验。九百名是学生甲家长伫假日共同上线，参与在进步南区国税局所举办的主播成长营。一开始开幕典礼，南区国税局局长卢振秀甲在进步政风处长张宏俊，拢面对大家接着课程，培养诚信正直的良好品德。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南区国税局举办的111年度联盟岁月 Live 秀。媒体素养及连结教育成长营线上活动，今年为了安全防疫，让小朋友能安心学习，我们运用了视讯会议软体与新媒体课程，结合烟品税捐及连结品德教育，让身处不同县市的小朋友们可以透过网络连线同步视讯，在家轻松学习，以化身为专业小主播的方式体验播报新闻，建立虚拟人物录制影片及身临其境般有趣的元宇宙世界哦。因为疫情影响，南区国税局以最安全方便的线上的学习方式，邀请来自不同县市、不同学校的小朋友，在今天活动中学习新闻直播国语技巧，及体验最新潮创建虚拟人物拍摄影片，以全息投影等元宇宙世界，便能养成烟品税捐及反贪廉洁素养。相信各位未来国家主人翁一定能善用今天所学，在未来成长过程中争取更多肯定与成功机会，也将你们这些宝贵知识与诚信品格等与家人、同学、老师及朋友多多分享，才能让我们的家庭、社会及国家都能更进步、更美好。这班课程邀请南台科技大学教授黄琼仪、中嘉宽平相助陈主播郭文吉、自媒体经营者林丽媛以及白鹿动物公司总监陈文龙等等来担任讲师，甲学生上新元宇宙应用的相关技能，除了成为小小虚拟主播，开发创作力甲提升自信心。无形当中嘛，教育后一届诚实纳税甲清气上的品德。南区国税局于111年8月举办图利与便民法纪教育讲习暨座谈会，邀请法务部廉政署南部地区调查组蔡检察官百达担任讲座，以其丰富办案经验以及法学素养，详细说明图利与便民、馈赠与行贿之区别，以及企业诚信等重要课题。这摆活动除了精彩线顶课程，备受家长肯定。主办单位嘛，将小朋友参加活动完成的代表性作品，放伫活动网站，和大家欣赏交流。而且民众只要参加观看成果影片抢答，也阁有机会抽大奖。连人岁月，连结大使就是我。带来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一名56岁乐善妇人人因为骨折，需要全身躯麻醉来手术，不过因为疫情加强用后头面搭会引发感染，所以选择用一摆就断掉的继续安心。在肺炎疫情起起落落之时，病人拄着开刀，时常需要全身躯麻醉。不过，其实依照病情，如果轻中度的手术，连后头面搭的负担较少，不一定要用气功来插管的方式。全身麻醉的话，在一些比较不是很大型的手术的话，它可以不用插管，因为它不会因为那个腹部的压力让它造成它开刀的困难。在一些比较像是骨折的手术啦，或者是一些打石头的手术，比较浅的手术的话，它就可以提供足够的麻醉的效果，那也不用放到那个气管里面去造成它的刺激，醒过来比较不会喉咙痛。
讲到后头面大，因为一个得爱万四块到万八块不等，所以病院通常拢是个别会当中和使用。不过毕竟无到100%，确定是消毒清气。十当前就推出一摆用完的单的面大，成为疫情之下的核酸点。传统的喉头镜确实是真的很昂贵，一支要10000多块，所以一定会一直重复使用。那要抛弃式的话大概只有8-900块钱，那用过一次就丢，就不用担心其他的问题。就民众可以他自己选，可以主观主张，可以，大家可以自己选，看是要，要省那900块，还是那个使用900块，那个求自己安心，这样是觉得是很不错的选择了。各种啊，病医麻醉科表示，虽然一摆用完的单的面单需要自费900块，不过推出以后，该院1/3的患者拢愿意采用。台南新闻官及林英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9月23日中加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